歪瓜裂枣啊。别紧张，放松。这个疼啊，疼那不疼啊？这个疼啊。这脚这个长得呀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一周没洗脚？我刚昨天晚上刚洗。啊？上学穿衣服。冒脓了，全是脓。哎呀！昨天晚上洗的，不可能。你叔现在是脾气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要脾气不好，就你这脚啊，都得先让你泡半小时再给你修。这大坑，这些能。这个大坑坑啊，再见。